想你幸福的角落，城市里边，看着你把爱恋。
中四首歌，你觉得哪一首歌的难度最高呢？每首歌都有每首歌的难度在，一些要从很低音不要去讲。如果要讲有难度，应该是 Forever Love， 因为很多假音在里面。所以你把它摆在最后了，出起来不会那么会破坏了整个心情。你觉得有出血吗？我是说这样子的铺排才是最好的铺排吗？因为也是觉得这首歌很浪漫，我觉得所以放在最后，每个人都有那个感觉。对你来说，这样子就是浪漫吗？对。你要想那么久。